Hello， 今天带你们来看一下 Buy 的 N2 福利。这台折叠呢，很多人说折叠屏四至三岁，因为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容易屏幕，你经常折来折去嘛，经常折起来折上去就有折痕，四至三岁。但是土豪的世界我们压根就不懂，他们想干嘛就干嘛，反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就能取悦自己的就取悦自己的快乐就行了。你看这台折叠很漂亮的，它的饱和度这台偏低的香槟色，然后这台饱和度偏高的是一个黑战士黑武士的一台黑色的，还有一个更加鲜艳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鲜艳的颜色紫色哦。然后你看这设计师挺聪明的，把这块这么大的布屏就放在一个小小的后盖里面，你说这些要多少科技才能玩出来这玩意啊，是吧？谁不爱呢？不巧可爱。我们去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们去旅游出行很方便，一个小小的手机放在口袋就可以直接走。它的重量的话，我可以想象一下跟 iPhone 12差不多大。总言而之，Find N2 福利，你看孔雀开屏，漂亮。很喜欢的就是这一点动画，哎，可以，很 beautiful， 很喜欢的，很 nice 的一台机。